战争之矛，和平之盾，兵器世界，观古论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。架设桥梁，排除路障，当这些看似危险性不大的工作发生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的时候啊，工兵们面临的是比其他兵种更严峻的生存考验。于是呢，工程师们把坦克改造成了工兵的工具。虽然不像一般坦克具有致命的杀伤力，却能执行运输、架设桥梁等任务，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二战战场上的工兵利器。工程兵是解决战场疑难问题的专家，建造防御工事、挖掘战壕、火力支援、施工建设，都是他们的工作内容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，每场重大战事中几乎都能在前线看见工兵的身影。他们依靠的是勇气和优良的器械。每次走进这些炸弹都是在冒险。这些工兵装备都曾被英国皇家工兵团使用过。皇家工兵团参与过许多重大战役，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。工兵团成员是受过精心训练的战士，能提供火力支援和战场爆破。他们凭借最新研制的装备为英军提供进攻防御上的支持。工程兵能够清理路障、修桥铺路，通过他们，军队能够进入一些本无法进入的区域。皇家工兵参与过英军很多战事。1942年8月19日，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对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迪耶普港发起进攻。400余名盟军士兵战死、受伤或被俘。盟军的坦克不是被击毁，就是被遗弃。装甲部队陷入巨大的危机中，坦克陷入卵石滩中，坦克履带一旦停转，纳粹德军瞄准坦克就会容易很多。皇家工兵团发现，在敌人的凶猛炮火下，他们几乎无法完成扫雷和为坦克清理路障的任务。因为缺乏保护，工兵们损失惨重。英军发誓绝不会再让工兵们暴露在如此凶猛的火力之下。令人称奇的是，他们解决装甲很沉，需要优良的起重设备去搬运。在你清洗完坦克的所有部件并将其拼合，让坦克恢复到理想工作状态后，坦克的魅力便展现出来了。
总之，他们被遗忘太久了。我认为这些坦克在二战时期就像喷火式战斗机一样重要。回到1942年，当时看出丘吉尔坦克在欧洲战场上潜力的人，是一名叫德诺万的加拿大军官。他认为这种坦克稍加改造后就能运送一个皇家工兵小队。丘吉尔坦克一反常规，将履带挂在车体外部，使得内部空间增大，能够放置工兵需要的工具，既能用在坦克内作战，也能用来摧毁路障、清扫地雷，从而让坦克一往无前。坦克边门的用处很大，不仅能方便工兵出坦克执行任务，还能用来储存笨重的军需品。这种边门是当时的其他坦克没有的，设计得非常巧妙，尤其是在坦克被击中后更为有用，因为它能够帮助坦克内的士兵更快逃生。德诺万中尉决定设计出新的坦克原型，以向军方高层充分证实这种坦克是解决迪耶普海滩难题的最佳方案。德诺万设法在新坦克内部腾出空间，并将其作为工程兵坦克的试验品来驾驶，进行模拟演练。在设计好坦克后，他向军官们展示了这种坦克的威力，并告诉他们，它是工程兵坦克的未来，是基于迪耶普海滩的教训研制的。如果我们能够造出这种坦克，盟军将能够继续开展进攻，登陆敌军驻守的滩头，将迪耶普海滩上原先难以清理的障碍扫除干净。军官们对德诺万设计的坦克印象深刻，赞同他的方案，认为这是将工兵运到战场的正确之道。德诺万设计的坦克被命名为 AVRE， 即英文皇家工兵专用装甲车的缩写。1943年年中 ，AVRE 坦克开始批量生产。诺曼底登陆时，已经有180辆 AVRE 投入盟军作战部队。与此同时 ，AVRE 坦克的其他衍生型号也设计了出来。德诺万不满足于仅将其作为皇家工兵的载具，他也希望 AVRE 能够提供火力。他在一辆 AVRE 坦克上安装了290毫米口径迫击炮。超口径迫击炮是一项天才发明，它使得坦克能够抛射普通坦克无法发射的巨型炮弹，因为重约18千克的炮弹的后坐力就能使炮管顶穿坦克炮塔。因此，虽然超口径弹迫击炮有大约68.5米到91.5米的发射距离限制，但依旧是当时炸毁敌军工事的高效手段。AVRE 坦克既是一辆工程兵坦克，能够摧毁路障，又能够有效运送工兵。但对 AVRE 坦克的改造并未就此止步。帕雷西·霍伯特，一个坦克战专家。霍伯特知晓坦克在登陆时会遇到障碍，需要及时清理掉，而根据盟军侦察，纳粹德军已经在诺曼底海滩和内陆布置了相当严密的防御工事。霍伯特负责监督坦克的技术改进和设计调整，使丘吉尔坦克能够执行各种工兵任务，如跨越沟渠、打破墙壁、摧毁碉堡、清理地雷。不同的功能由相应的坦克衍生型号来实现。霍伯特协助设计的 AVRE 坦克的各种衍生型号独具特色，它们各自有着专业的用途。丘吉尔坦克在诺曼底登陆及日后的其他战役中分化出许多衍生型号，但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 AVRE 坦克为底子设计，你可以逐一去分辨它们。为了顺利运送士兵登陆，其中一种坦克车头装有大片布毯，使其能够通过柔软的砂石地冲破铁丝网，从而深入到之前迪耶普大败时坦克无法进入的地带。皇家工兵驾驶的另一款 AVRE 坦克
克号称树柴，能够跨越深沟。这款坦克带有一大束电线捆扎的木杆，能够在遇到反坦克沟时投放下去，从而让自身顺利驶过。40吨重的丘吉尔鳄鱼坦克是一种可怕的喷火坦克，带有装载杀伤性燃料的拖车。所以这些特别的坦克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又如何呢？在英国和加拿大联军登陆诺曼底时， AV-RE 坦克帮了很大的忙，他们使得登陆作战的结局变得截然不同。很显然，少了这些坦克，盟军登陆作战时伤亡人数将上升，站稳滩头攻入内陆取得战役的突破会变得更加困难。奈吉尔·蒙哥马利将他收藏的坦克运往坦克博物馆，在那里，民众们将一睹这些武器背后凝聚的创意。我们把这些坦克放进博物馆，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，而他们原来所属的工厂无法做到这一点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能向人们讲述那些设计者，例如德诺万中尉、霍伯特将军，以及为丘吉尔坦克的设计、养护和改进做出贡献的事迹，让他们知道丘吉尔坦克是二战时英国军队最重要的坦克之一。1944年6月，随着盟军深入诺曼底，他们需要一种能帮他们跨过河流和深沟的装备。在进攻初期，丘吉尔坦克再次帮助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。这是一辆坦克架桥车，英文缩写为 AVLB。该款架桥车采用了丘吉尔坦克的底盘，能够架设长约9.7米、承重40吨的桥梁。在一名皇家工兵司机及指挥官的操控下，只需90秒就能架起一座桥梁。运送人员和机器过河是个困扰军队数百年的问题。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皇家工兵博物馆收藏了一大批精品模型，这些模型用于培训工兵在战场环境下架桥通过河流和深沟。如果带着卡车、吉普或者装甲车之类的后援，没有浅滩就很难过河。如果是士兵，也无法让他们涉水或者游泳过去，那将非常麻烦。这些桥梁和浮桥模型是皇家工兵团训练用的，他们会在训练场上使用这些东西，这样就能在置身战场前知晓该如何铺设和使用桥梁。但丘吉尔 AVLB 坦克架桥车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桥梁最好能够速建。英军另一种成功的装甲架桥车辆也叫 ARK 坦克架桥车。这辆 ARK 架桥车造于上世纪60年代，重达50吨，其独到之处是它自身就能成为桥梁。迈克尔·巴塞姆已经在皇家工兵团服役近30年，合作研制了数十款军用车辆，他目前正指导其他工兵如何操控这些车辆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这种架桥车能够开进壕沟或河道里，用车顶支撑桥梁。装甲架桥车前后都装有可伸缩的桥梁，能铺设出让坦克战斗群开过去的道路。 ARK 坦克架桥车能够铺设近24米长的桥梁，在水深不超过2米的地方运作。他们能够开进壕沟，铺好桥梁并架稳，让士兵们开车通过。这是齐夫坦 AVLB 坦克架桥车，迈克尔·巴塞姆很熟悉的一款机器。齐夫坦 AVLB 是齐夫坦坦克家族中的一员，齐夫坦主战坦克曾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使用过。
吉普塔 AVLB 在海湾战争中就现身了，到了科索沃战争仍在使用。科索沃战争是装甲工兵团参与的首场二战后欧洲战事。对比起工兵大部队，吉普塔就像是托马奔波于战场之上。吉普塔 AVLB 只需3分钟就能架好桥梁。这种桥梁是在经过反复模拟演习后投入实战的。架桥之前，工兵侦察组长会确定好合适的铺桥位置，让搭桥坦克顺着其手势就位，以方便折叠桥展开。然后折叠桥就会像剪刀一样打开，架好一座总长约26米的坚固桥梁。在对手的炮火下，工兵们必须迅速行事。在激烈的战场上，3到4分钟的时间显然还是太长了，所以架桥速度要再快一些，士兵才更安全。皇家工兵们需要通力协作，这一协作过程也是建立战友情谊的过程。皇家工兵团每个成员心中都有对自己明确的定位。皇家工兵团遭遇过的重大残酷的考验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时至1914年，英国军队已有25000名皇家工兵，但随着新技术需求的增长，战场上出现了更多只有工兵才能完成的任务，工兵的数目还在增长。堑壕战自1914年开始兴起，很快便让参战各方陷入僵持状态。战线每推进几米，就要付出数千条生命。打破这种僵局的方法之一，便是采用一种古老的围攻战术，挖地道至敌军阵地下，放置炸药，炸毁防御工事。早在17世纪，皇家工兵就负责挖掘壕沟的工作。因此他们也被戏称为坑道工兵。由于工程兵们从前是挖沟和采矿人员，所以到了1915年，他们被编入地道战部队。地道战部队成员通常是矿工和采矿工程师，他们负责挖地道至德军阵线下，在那里安放炸药。1915年见证了技术的进步，同样也是对过去战争手段的回顾。一条成功的地道需要的不仅是人力和高效的挖掘工具，也少不了一种战场利器——地音探听器。它引领了地下战争的革命。地音探听器非常有用，因为它不仅能探测出敌方工兵挖地道的位置，还能探出他们地道出发的方向。在一战初期，测听敌方工兵活动的设备还非常简陋，就像是这个简易的木质监听棒一样。士兵们会留在一个固定的监听点听声，一般会用锡盒装满水，根据水面波纹获悉附近敌军挖地道的活动。1915年，地音探听器被用于地道战。其发明灵感源于一位名叫让·佩兰的法国教授，他造出了这种能够探测到地面震动的仪器。探听器非常灵敏，不仅能探出壕沟木板上敌军的走动声，更关键的是还能发现在地下活动的德军。坑道工兵的工作非常危险，他们在地面下活动的时间要比其他兵种长4倍。最初的地道挖掘工作极其危险，经常面临塌方以及地下通风不足的危险，挖掘过程中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经常发生。更可怕的是，交战双方也经常在地下
遭遇厮杀。不过有了地音探听器，皇家工兵在地下便具备了明显优势。地音探听器能够将地下的声音放大，听出粘土地质中约30米内、白垩地层中约76米内的动静。1915年，英国皇家火枪团的查尔斯·奎纳尔被派到西面战线协助工兵挖地道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使用了地音探听器。我们时不时就要停下手头工作，如果你还能听见敌人活动的声响，那你就是安全的。但这种声音一旦停止就不妙了，因为你知道这是敌人要搞爆破了。二战期间，一些能够清扫地雷、跨越壕沟与河道、摧毁敌军坚固阵地的工兵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，战场上又诞生了哪些新式的工兵利器呢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，我们下期节目为您揭晓。